目前我是没有经济收入，只有所说的，所说有一部分钱啦、啊，就是那个叫做边建义啦啊，但是不足够我整个啊生活的费用啊，因为只是牺牲，每个月都大概是500块，500多块啊，再加上吃啊费用那些。就超过了那个叔叔给的那个分界了。就是几年前那个有糖尿病发作，他就要需要去掉，因为已经影响到那个神经了，脑神经，所以一定要去掉才比较，已经发冷发热，然后神志不清，所以一定要去掉啊。我每个月吃的药大概有7-8种啊，就是有血压高，有钙质，然后还有一些维他命补血的。最重要是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不足够填补的。